小美，小美，我终于和他离婚了。真的吗？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。当然是真的了，我把所有的财产、车子、房子都给他了。我为了你，我可以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你。什么？你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他了，你拿什么来养我？这个钱没了，咱们可以再赚呀。我呸！我告诉你，我是不会和你这个一无所有人在一起的。你不是说你喜欢的是我这个人吗？我就算一无所有了，你也会和我在一起的，对不对？你现实一点吧，要不是当初你有两个臭钱，我会和你在一起吗？干啥啥不行，你现在没点数吗？我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咱俩正式分手，以后你就不要来找我了哈。好，你去找他吧，你就告诉他咱们已经离婚了，你净身出户，钱都留给我了，如果他还愿意和你在一起的话，我就同意和你离婚，如果他不愿意，我还是愿意给你一个机会，毕竟我想给咱的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，一个完整的家呀。哎，老公，我按你说的去做了，他走了，回家吧，饭都已经做好了，孩子也在等着你呢。老婆，是我对不起你。董事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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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可找到您了。老公，咱回家好好过日子。走。死心塌地是我全部的。